谁在给阿公在给谁洗澡澡？好，那你可以给妈妈看你好舒服的样子吗？躺下来的样子吗？然后那尾呀，那边你就会跌倒喽。What do you think？ 好了。OK， 这样好了吧？很舒服哦。哦，要弄 comfortable 的样子喽。That's OK。你躺下来就好了。No. 自己动，自己动。我问你，不是会躺下来给阿公妈妈看？ Yeah. 哦，对对对。那错边了啦。有三级饼干丢。好。那脚提起来。舒服吗？不是，脚翘这样。哦，这样对对，这样好不好？嗯。Wrong side 啦 ，Yeah， 这边才对啦。这样脊椎那边有闪破，才不会掉下去啊。你放在那边就不会，因为那边中间有一个凸出来的。OK。